优美高音声乐家简文秀用歌声唱出深深祝福。简文秀与丈夫艺光电子董座叶颖夫难得一同现身，原来是两人当年结婚的主婚人王炳君神父发表新书，要分享在台湾的点点滴滴。我以前很会念书，要当我的心灵导师还真难。好，那我承认他就是我的心灵的导师，是我这一辈子人生的路上奇异的恩典。一生为台湾的奉献，那值得这个的故事的路程。从意大利来台55年，王神父不仅在新竹偏乡教导清寒学子，也常前往监狱关怀受刑人，足迹遍布全台。陪伴着我们的老师，或是朋友，或是家人，能够给我们面对任何困难一个机会去反省。用行动表达对台湾的爱，台语很练邓的他更大方秀出今年才拿到的台湾身份证。关金家在我南金华去，感谢大家给我鼓励。书中记录他和台湾如何结下不解之缘，简文秀看完也满腹感触。他的那种与人为善、与人宽厚的这种，是我要多学习的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我没有像他这么深刻，很不容易。艺光文化基金会更准备了100本开放领取，要让爱在台湾更加茁壮。东森财经新闻，刘佩琪、黄富祥，台北采访报道。